人家是不是要发给你翻译一下？我们往里洗不洗都没事。这边声音那么杂的，肯定不会。等一会儿，他那个脖子就是你的。我们现在口炎都带不了气。这花开的有点不行啊。抱歉吗？感觉有点不地劲。
要上电视了。感动的，他有点紧张。阿辉还有什么水果？梨子，梨子，我都感觉不屑于说了。还有个凤梨吗？把他的摄像头。马上下周就要找我们了。OK。要一杯西瓜汁姐。西瓜汁好了啊，吸管子。帮我拉个阿姨过来，姐妹们。就开这三个，简单的。应该把我家 logo 放在外面。吸管子。